爱掉就是这样。现在时间已经12:13了，做完家事跟老婆请安一下，说她好漂亮、好美、好可爱。今天天气好像不太好，但之后转好，是不是可以让我跑出门一下嘞？心情大好 ，OK。好，今天要分享的是就是木印的部分。木印啊，我基本都会买吉泰，因为泰轴跟细轴它的米数是一样，都大概像这个是10米，这个是20米，各家品牌不一样。好，巴黎巴斯也是出10米。那你只要买泰的话，就可以符合实线，你想要多粗多细都可以自己来控制。像我就会先把吉泰的部分先剪下来，那基本我们就用编织的方式，大概6圈就可以了，4、5、6圈打一个平结。像这个是吉泰的编织起来就像这个样子，很木饰性很高，但是它的水阻也是非常大。这是一般的做法。那如果要更快、更特殊的做法呢，就是我还有选用一种方式，叫做低水阻的木印法，长度不变，但我们就可以做抽丝的动作，抽丝，抽下来，稍微扭一下，好，让它变细。一样6圈，这样抽丝的好处就是你的木饰性一样在，因为它够长啊，但它的风阻、水阻就会降低。红色一样，也是做抽丝的动作，抽丝剥茧，那它都是可以游动的。4、5、6圈之后打一个平结，结不用打得太死，拉紧就可以了，不用拉到全紧，那这样就可以上下移动。那如果一阳杆往下，它就拉住了，就锁住不会动。这就是快速的，像尤其是你跟人家刀一条木印来救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拆成很多条。就可以拆成很多条，像我刚刚是不是把它拆成2条？拆成2条，所以也是一个便利性啊，跟省费用。那你在购买的时候都是以米数去购买，所以你买粗跟细，你倒不如就是买泰的吉泰或泰，不要买细的，细的自己抽就行了。然后两边的主线都要绷住，好，这样做个分享。漂亮的黄金白面花哦，金色的，黄金色的。戴罗，你的鼻头粉刺要挤一下了。哦，双面都漂亮，这个一定要放流，更需要放流，要给它好好的生小孩。来了，哇！我先顶到，啥子？呜呼呼，超毁了！来看一下，头在这边，尾巴在这边，
38。嗯，有没有38？问鼎38。君轩乌龙茶变小罐了，这是大罐的呢，这29块一罐呢，29块一罐。啊，这吼1000块嘛，买袂。我要100%放流。手不服，不服才会呈现自然的样貌。怕一下公狗，巨物苦瓜新乐园应该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。哦，今天又来一位超回啊，还好运气不错，没有敲哭。哦，这次超回，我们先看那头，哇，先看那头。回来啊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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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哟，这么粗！喝个水，喝个水，比较乖。哀怨的眼神。超粗的 ，Let's go， 38，真正38，果然一条龙，好可爱呀、啊，乖乖的，乖乖的，大黑一条，这条不能说是丑鬼，但是它很漂亮。水分光滑，好美哦！这一定要登去洗镜，这就大了，没有死。OK， 先这样，再继续加油，耶、yeah! ！掉了，12点从家里出门，现在1点，哦，快2点了。
哭啊。超级粗的，它射下去是这样，噔射下去，然后我阳杆做合的时候，它就一直往外冲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可是它一进来之后就非常快，我顺势就赶快刀入笼，前后不到两分钟，大概一分钟左右就下课了。哦，钓鱼就是这样，鱼只要进来，二话不说就是拖上岸，不要想去捞它，这样子你才可以迅速、快速、确实的起鱼。哦，我们今天拉网基本上是量鱼用的啦，地上的功夫呢？量鱼用的，很难有机会捞到巨物啦，因为巨物是捞不到的，巨物全部都是靠拖上岸。好，记住这个标准，以后你在重大鱼不要慌，捞上岸，不是拖上岸，再去捞它。OK，Let's go。
家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拜拜。来复兴钓鱼的要注意哦，刚刚落石崩塌哦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正在清理，从那上面，从那上面嘣嘣嘣嘣下来，冲爆盖。